后来看到两三名员警是来到这一间高雄忠孝一路上面的餐厅来调阅监视器，因为他们要看的呢就是疑似有客人是没有付吃饭钱就要离开，而店家呢也跟这个客人是爆发了口角冲突。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什么情形？你吗？伊讲我钱无可以啊，他讲我钱可以啊。嘿，不要紧，不要紧，咱来了解一下，不要紧。无拿钱就大家来恁。嘿，无钱啦，咱还有钱，咱就让你开啊。我来看到客人其实也是非常的生气哦，因为他坚称自己已经付完钱了。事后呢，员警调阅监视器确认，的确客人已经有付完钱了，并且呢也确认双方没有肢体冲突，只是起了口角纠纷。那么当场是告知双方的权益之后呢，就让这个客人先行离去。